知道吗？学校除了老师、学生，其实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行政人员。师大在11月18日校务会议中表扬荣获104年度特殊优良职员，并传达感谢这些职员对师大的付出。这次得奖的心得是非常高兴，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代表图书馆来到学校去征选生优良的职员代表。那我就很高兴，就是有馆长的推荐，然后还有同仁们努力的帮忙。那其实我的并不是我馆长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都是整个图书馆同仁大家一起合作的结果，这样子。校园记者蔡曼娟、杨盈珍采访报道。